瞧瞧，把人家孩子急的。投石，投石，十号面刀，十号面刀，投石。本座可是珍贵的鼠鼠，不会撒谎的。投石。你这不直接就上来面刀？那解释什么呀？感觉你在踩我呀？面刀解释什么呀？在那里爆了吗？是 TV 值在那里爆了吗？你是真地服了呀？你怎么不投石呀？十号面刀呀？投石呀，投石呀！一直踩我干嘛？不要！等我是好人，我要给他演示我的技能。你别动啊，石头！别。投石，投石，十号面刀，十号面刀，投石。本座可是珍贵的鼠鼠，不会撒谎的。投石。不要乱推责。我勒个骚缸啊！人家都说你十号面刀了，你不解释一下，说了一句话就过麦了，我也没听清你说了个啥。哎呦啊，这刚黑灯没多久啊，就嘎人了。五号拉铃，你也不说位置啊，你也不说位置，不说这。啥信息都不说，十号面刀投石，你这我感觉十号面刀和你刀刀哨兵一半一半吧，是吧？感觉都有可能，听你怎么解释吗？解释什么呀？他面刀了，感觉怀疑一下一号，我只是一号，我只是怀疑一号，不是说投石。那我还怀疑你五号呢。你这不直接就上来面刀？那解释什么呀？感觉你在踩我呀？面刀解释什么呀？是 TV 在那里爆了吗？是 TV 在那里爆了吗？黑灯你怎么黑灯面刀？我操！我这个狼，我要是狼，我真的气死了！黑灯面刀还让人、黑灯刀人还让人看到面刀了，我真的。你是真地服了呀？你怎么不投石呀？十号面刀呀，投石呀，投石呀！一直踩我干嘛？真的很无语啊！我问你问题，你又不回答，在哪发现的尸体你都不说，你让人咋盘嘛？你上来就一句投石，说投石。那我要是狼，我开局刀了个人，我上来我来一句方面刀，我投五，你受得了吗？真的搞笑啊，搞不搞笑啊？呀，上局我在餐厅，我看不见十号面刀啊，我就在四号的后面，结果我们想去修灯，然后十号过来一刀，然后我按了报告，结果你们不投，跟你投石，感觉一时有点怀疑，反正把石先掉。十号为什么不来？来个带刀好，来个猎人或者。老板，来个猎人给我。然后你又不是来个猎人给我刀了，我开局不动了，好吧，我开局不动，我在餐厅了。来个猎人给我刀了，哎呦，真的是。一号也是，你都没碰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鬼？你又不是侦探。看看人家小朋友急的。这一号的话话太多了，我感觉可以刀一下，而且我感觉他像是一张猎人牌，好吧，我们用五的身份去靠近他，直接刀了。然后这边换下身份，坏了，这边有五号，完了，我勒个豆，这二号送货员，帮着全军覆没。